想约他，私信他，便无视我好吗？中断联系了吗？难听又话我等他，一堆废话愿意疯吗？关注他，追看他，在荧幕里牵挂，通讯被限制吗？怎招架？但听隔串我跟他封锁了吗？没对话，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，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？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，醉过喊过期待有他深切慰问我，但我清清楚楚终止交往，他更快乐过，被退出惊讶什么？谁管我独来独往，大事大节未提及我，每晚勉强全面你先未见得更易过，未曾犯错隔离了我，阻止我搞清楚。关注他，追看他，在荧幕里牵挂，通讯被限制吗？怎招架？但听隔串我跟他封锁了吗？没对话，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，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？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，醉过喊过期待有他深切慰问我，但我清清楚楚终止交往，他更快乐过，被退出惊讶什么？谁管我独来独往，大事大节未提及我，每晚勉强全面你先未见得更易过，未曾犯错隔离了我，阻止我搞清楚，嫌弃我的彻底，管他残忍到下世，回复制无情被废，退掉追踪仍不敢放低，明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，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，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，盲目爱痛着蹉跎，谁管我独来独往，大事大节未提及我，说句再见全面你先未见他挂念过，为何犯错隔离了我，该怎去搞清楚？想约他，私信他，便无视我好吗？中断联系了吗？等他回复答我，解说一下。